Hello 啊，咁多位，今次同你哋推荐一间喺上个礼拜住过嘅酒店，就炮台山嘅富汇。其实点解今次咁突然会推荐下一间酒店咧？咁因为其实呢间酒店咧嗰阵时住啊，真系有啲出乎意料咁好。咁首先呢间嘢就地段好，地铁站 A 口过马路，咁啊见到游街实然就转左，咁啊行到见到个油站就差唔多到噶啦，咁啊行晒都唔使三分钟。而且啊，你睇到啦，个房其实都几大嘅，咁啊特别对于喺香港地嚟讲，呢间嘢已经唔可以用呢个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去形容啦，只麻雀真系显得有啲大。仲有最煞食咧，就系铺床啊，对住半个海嘅，咁几好 view， 先500几蚊港纸啫。呢间嘢咧，其实同 EBC 就差唔多嘅，咁啊基础酒店仔。簡簡單單就咩都有啲。上環嗰間 EBC 就比較出名啦，咁但係其實講真，嗰度同呢度係差唔多嘅，都係啲地段比較好、比較簡單輕鬆嘅酒店。但係嗰間嘢個價咧就真係會飆到好高啦。後邊北角嗰間 EBC 咧就得個平，嗰間嘢又舊又細。呢間咁嘅富匯，咪真係呢個價、呢個地段同呢個環境嘅簡直冇敵。如果在家得闷了要出去歇一两晚或者是过来玩的，真的可以很认真地考虑一下这间嘢。这间嘢就不用交什么押金或者做什么 4 payment 之类的，都是有些意外在网上边给了钱就可以了。至于订房呢，就记得去官网那里订，因为价最低就是去官网那里。你悭到那几十蚊就足够你去下边半岛那里吃个早餐。當然呢間嘢其實都係即係個房價都包埋早餐，我後屘先知嘅啫。咁嗱，都係啲比較簡單嘅早餐啦 ，butter 加麵包加杯咖啡或者杯橙汁，